大家晚安。你现在还在看最近红什么的影片吗？现在是9:02，记得订阅我们，不然我会在这边站到9:12。来了。颜色不对，眼影配这个腮红不对。洋洋啊，今天应该没有要拍片吧？对啊。地上的棉花棒，口红为什么没有枫叶色？眼线为什么没有咖啡色的？洋洋，对啊，你已经很好看的啦。今天应该要韩国秋天风的彩妆，照理来讲我应该要拿铁色眼影配上兰蔻196，可是我的 Perita 腮红呢？我的底妆没有适合的配色。你就懂我了，不行，再这样下去你会口红要双色叠加，口红。一笑倾人城，再笑倾人国。地上还那么脏哦，月骨子哦。哎，小雨在干嘛？哦，我在工作室看这个啦，地上一堆卫生纸。脚是脚啊。那是男生的脚。貂蝉的脚，蝉脚。已经语无伦次了。脚也是脚啊！我连猪脚都不如。哦，脚真的好棒哦！怎么盖着我便当啊？又是脚！一次还四只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抓脚！马中出赤兔。人中出吕布，又魔化了，这边一团乱。纸张打80%，遮成50%，遮成100%。这个折300，这个也折300，这个7:兑换。哎，好多折价券啊！不要动！对不起。哎，那你吃了没？吃了就会饱，饱了又会饿。饿了又要买，买了又花钱，花钱又会穷。啊？什么？哎，你怎么不动了？不是吧？真的死了？不是我害的，是你自己不吃不喝的哦。呼吸也深一下。还好，还好没有魔化。怎么成佛了？那就开始吧。不要把工作室弄脏了。一个都不吃，一个吃那么多。不行，这样根本吃不饱。
那个不能吃啦！啊，我人生的动力，看看我的胃，我的胃才是主体，是生命的根本。干！买一千元植物买啊，胖子！去给我肚子送好了，是。宁可天下人负我钱，不可我负天下人钱。待我魔功大成，再来吃遍这九州山河。沈春华，神魔混战，一触即发，百余武将随心挑选。出神入魔，应战三国。哎，那个今天，没事。现在登入游戏还可以领取五星小乔，还准备了专属的虚宝序号回馈粉丝。一笑倾人城，再笑倾人国。太恶心了，到底干嘛？我刚才觉得那个声音好好笑。是啊，哦，我们在公司徐楚。徐楚，徐楚，徐楚董卓貂蝉。谁？龙。哦。走开，子文。好恐怖。海狮，有海狮，有海狮，讲什么？我整段听不懂。啊！咳的第二声太好听了，里面真的有水，不是呱的声音。太完美了！影片结束啦，希望影片记得按赞加分享，订阅。